原来是这个芦苇长得那么高，比蒙古包高，其实老头的人看不见这么高，现在就矮矮的了，这就是说明就退化的就很有警告的事情了。这个梭梭呢，原来是中间的骑老头走的时候坐不成，都那个身上挂的就这么个坐不成的，现在就见不到梭梭了，这也是一种警告。各种各样的遇到的困难多呢，风过来一吹，吹到一个大的，十多年中的这个第一个种的梭梭，那么大的，哎一看呀，这十五年的就这么长大的，一下子就把这么一半去掉，也是，这个山呢就反正是有些啥的，心疼呢，那是自然的这个。在别人在谁都扛不住，可是人要是下决心的话就能扛住，我不你去做了我再栽一个。应该的，应该去看，到时候去。我哥哥姐姐都有房子，有那个啥，都有工作，想让父母接过来，人家不来，怎么做相互作业也不来，然后慢慢妈妈就病倒了，然后我们就说要不就是。放弃那头梭梭林吧，我父亲就抱，而且就是每天还我妈还跟上去，还给他灌水，哎呀，当时看心疼的，为啥就这么这样的老汉就这么想？我心里面的话就不觉得艰苦，反而还挺高兴的，开心的过日子，就是一见到我梭梭，那就心里就挺高兴的就。干不干是人的决心呗，有决心的就那咋也是往前干，不决心的就停。我现在是有决心。